今天是7月24号，2013。我今天去帮妈妈拿药。头起来一点，好不好？起来一点呢，我顺便买了一些土拨辣给他吃。刚刚吃了一些那个西瓜。那西瓜水呢，就一直滴下来，但是我觉得没关系。看到他吃的很开心，虽然没有很多吞下去，但是也没关系，对不对？